为芙蓉阿嬷的衣橱颜色都比较鲜艳，都走紫色系，所以在上半身挑了一件就是白色的圆 T。那小背心部分也是为了要搭配紫色的裤子跟白色的上衣去做一个和谐的颜色呈现，所以选了一件米色，把两个蝴蝶结放在前面，看起来会比较笑脸，然后活泼生动有趣。整体的话风格就是比较像休闲的整体感，主要的话就是配 T 恤跟阿嬷的白裤，格子的话是作为整体风格的点缀，那都是以大地色、咖啡色跟黄色为主，然后做一个整体的协调性。走秀活动哦，会发生什么事呢？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我觉得我爱我的老样子三年以来主要的核心目标还是在于长辈的自信培养，不管是以前的长辈还是现在的长辈，就算我们营运到第三年，但长辈对于自信心建立这件事情其实还是会有点不够，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我们可以传达长辈说自信心还是很重要的这件事情，让长辈可以更有自信一点。今年我们除了就是课程之外，我们的走秀规划跟以往会比较不一样，以往可能都只是长辈依照他不同年龄层那出来走秀，但我们今年会有分四大主题，分别是花卉组、运动组、童趣组跟劳逸新穿组。那这四大主题就是希望让长辈可以在这四个主题中去发掘出，哎，我其实也可以像这个长辈一样穿得这么的年轻，这么的漂亮。那其中这四组比较特别的就是劳逸新穿组，长辈可以在日常的衣物里面也可以有更新的搭配，就是更符合 OOTD 这个日常穿搭的核心。另外一部分也是希望长辈可以更接受我们的一些年轻的穿搭进到他的生活。哇，看完走秀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呢？我觉得很感动，就是看到阿公阿嬷一起穿着我们 QS 的衣服，然后一起走出来的时候，就感觉他们都有变得很年轻，很有活力。真的，而且还有跟孙子一起出场，画面超温馨的。而且其实这个活动我们已经跟红道老人基金会合作三年了哦，那希望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也可以分享给你们，你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温馨的氛围。没错，那我们下次见，拜拜。